怎么预防狼青狗的丝虫病？狗狗感染新丝虫会表现出呼吸急促困难、咳嗽、运动能力变差，严重时会有腹水、腹部变大下垂、两侧对称性肿大，接触腹部时有水响声，还会引起精神不振、食欲下降、消瘦、贫血，严重时无法站立，一直卧地不起，直到身体衰竭。所以怎么预防？一、不要喂生肉生菜给狗狗，喂食全熟的食物，以狗粮为主。二、定期做好体内外驱虫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可以很大程度降低狗狗得丝虫病的可能。三、尽量不要带狗狗去草丛，草丛中会存在许多细菌。